好，主播可以看到影片上是一名外形靓丽、留着长发的女子对镜头抛媚眼，还有悠闲躺在游艇上出国玩的各种照片，全身名牌，看得出来生活相当优渥。IG 还有 3.5 万的粉丝，她是香港知名女网红，如今竟然也涉嫌蔡天凤案件。她今天在大陆被拘捕，随后被遣返移送给香港警方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她涉嫌筹划帮助邝广志长期潜逃，包括介绍她认识的游艇公司负责人，安排潜逃后的住宿等等。他的背景也被起底，他就是蔡天富前夫的朋友，住在九龙的天喜豪宅，活跃于上流社会跟演艺圈，跟不少艺人都认识，还曾经跟古天乐等人合照。而香港警方也预计带他到案发现场进行搜索。以上最新情形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